我的丈夫已经在南洋生活工作十多年了。有时候身在异地的我甚至有些纳闷，是什么让他对南洋如此痴迷，要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归宿定在这里。走进南洋，我感觉到一种难得的清新。这里不负水城的美誉，是一个被水和绿色滋润的地方。这座城市充满了优美、宁静与和谐，人们的饮食起居与这座城市的文化融汇在一起，居住的小区和城市的超市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工艺品。悠闲的街市上弥漫着一丝丝浪漫的气息。经过几天的生活，我们俩终于达成了共识，这是一个最适宜人居的地方。